我想吃宵夜。想吃啥子？弄点烧烤嘛。烧烤没得肉，我讨厌香。豆腐也可以。哎，就是个，我等下给你弄一个。你抓啥子啊？快去弄哦。等一下嘛。弄了，等会儿来看。这是花絮，我是摄像师于叔叔，我来上下这。这个豆腐咋不嫩呢？这个豆腐是不是那种超级嫩的豆腐？家中嘛买的日本豆腐放了不得，我觉得在烤焦的会不会更香外头？我在烤焦的烤焦的会不会结粉啊？就是外头那种嘞。